你是否超过65岁？亦或你是否行动不便？你有没有面对抵达近邻中转站的困难？西雅图交通部门推出了名为“现在坐车”的计划，协助你获得方便、负担得起的交通，不需要预约。现在坐车是一个针对65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推出的代金券计划，购买10到20美金的坐车代金券，就能使用黄色出租车、优步或来福车，使用这些代金券坐车到你邻近的中转站，或到任何一个中转站无法抵达的地方，比如朋友家或本地餐厅。欲获知更多关于代金券的详情，浏览 seattle.gov 搜索 right now 或拨打206-684-7623联系我们。资讯查询共有12种语言供选择。